各位委员，还有各位部委所长，各位主管、各位同仁、各位记者、女士先生，大家午安。首先，对各位委员在难得的假日时间拨冗出席原委员会，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奉献心力，表示由衷的感谢。对于民间专家学者的朋友参与协助，本人也要特别表示感激之意。非常谢谢大家。大家都了解，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政府改造的工作。政府改造的工作不单只是组织改造，也包含了财政的改革、金融的改革、绩效管理等等面向。而国家的资产的管理、经营，就是财政改革重要的一环。我们知道，国家资产是全民共同享有的宝贵资源，包括不动产、动产、有价证券、股权等，应分散在各机关经管，且各机关对资产管理应用程度重视不一，目前也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，导致国家资产广泛存在低度利用、闲置、被占用以及不当使用的情形，显示国家资产长期以来并未建立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，更遑论发挥应有的效益，让政府坐拥庞大的资产，却又背负高额的负债。我们知道，不能有效的经营与管理资产，就是一种浪费。如果在民间企业，可能就要立即面临生存的危机。有人说，行政团队是简朴的内阁，其实我们不仅要求公务人员要简约，把钱花在刀口之上，更要做到政府能够积极有效的经营，为人民创造最大的利多。我们常说，政府要引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，就是希望政府要具有高效经营、高度竞争的能力。因此，如果以现代的管理精神、进步的经营理念，有效率的来统合推动政务，是政府改造的重要方向，也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努力与自我要求的目标。对于国家资产的经营与管理，我们也应该从这个面向进行思考与调整。政府是一体的，各项资源必须整体规划、妥善运用。为了改善目前管理上的缺失，行政院决定成立原委员会，作为国家资产的统合管理机制，更有效地来经营国有资产，为国家节省开销并创造收益。本人也期许委员会的成立运作能够发挥下述几项功能：第一，管理一元化。财政部国有财产局虽名为国有财产的管理机关，但其实际管理的主要是国有非公用财产的部分，其余国有公用财产，包括土地、房屋以及事业投资等，则分散于各部会、基金、各公司、非公司组织国营事业以及公司组织国营事业，造成国家资产管理上的困难。此外，对于这些国家资产的运用，各机关和各单位各有各的想法，也使国家资产无法有效统合运用，以发挥最大的效益。委员会成立之后，应该要致力于统合管理国家资产，让政府对国家资产的使用情形能够更有效地掌握，使国家资产的经营管理机制一元化。第二，使用合理化。未来政府事业单位应回归本业的经营，不再容许以出售资产的方式来粉饰竞争力低落与经营不善的事实。政府办公空间的使用、公务宿舍的配发，也应该建立标准化的规范。资产之处置，不管是要出售或者是要出资，都应该有合理化的评估机制与过程。因此，委员会未来应该要积极清理目前国有资产的使用情况，并且以科学管理的方法
进行资产使用的效益评估，务必让每一分国家资产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。第三，经营透明化，政府事业机关在土地出售、出租后闲置的过程当中，常引起一些不当特权的介入，未来政府应该编撰国家资产目录，装订成册，并且要定期检讨出版，让国家资产的管理与处分逐渐透明化，以减少不当特权的介入机会。第四，弥补财政缺口。今年底，我国的负债将达2兆9000亿新台币，每年债务付息平均支出达到1500亿到1600亿左右，造成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。活用国家资产，提升运用效益，将可以积极地偿还债务，减少利息支出，有助于弥补财政缺口，舒缓国家财政压力。国家的每一份资源都是全民共同的财产，政府有责任妥善经营，有效运用。本人也要在此跟大家共同勉励，大家要抛弃部会本位主义，发挥团队精神，秉持创新负责与持续改造的态度，逐步落实我们施政的理念，给出成绩。相信透过本委员会集思广益，必能建立合理有效、可长可久的经营管理制度。本委员会任务重大，而后将每个月定期开会一次，敬请各位委员继续共襄盛举。谢谢大家。